是他不惜一切想要永远的美好。不行，跟我走吧，离开这个藏污纳垢的皇宫，离开那个薄情寡义的皇帝，就算他的幸福早已不属于他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叫媚娘，容易最爱你的媚娘却独爱太极宫梅园里的冬菊。爱一个人就是要给他选择的权利，我宁愿在角落里头等到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天。宫廷童话，归梦人生，巅峰巨献，星期天19:30，武则天传人。宫中的女子是她不惜一切想要永远的美好。不行，跟我走吧，离开这个藏污纳垢的皇宫，离开那个薄情寡义的皇帝，就算她的幸福早已不属于她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叫媚娘，容易最爱牡丹，媚娘却独爱太极宫梅园里的冬菊。爱一个人就是要给她选择的权利，我宁愿在角落里头等到她做出选择的那一天。宫廷童话，归梦人生，巅峰巨献，星期天19:30，武则天传。